充散发传统的历史气味到现代化的铁路运输，女人们总是可以找到爱上铁路的恩人游。列车带领他们展开每一段精彩的人生。欧阳在广东里面有几万人啊，女人们彼此互不相识，她们的表情却透露了相同讯息。列车将从这里驶离，而她们美好的记忆将从这里开始。民国69年，北回铁路通车；民国81年，南回铁路完成。台湾已经具备了现代化环岛铁路的完整路网与规模。随着公路系统的发达，火车运输功能已朝向多元化转型。近年来更兴起新一波的铁道观光热潮。漫长的铁路历史见证了台湾的成长，也让许多人不断地能够寻访他们心灵的原乡，延续了每一个乡镇的希望。新形态的铁路旅游有了更多的选择，让更多人怀抱着对旅程的欢欣期待。任由列车带你抵达一个又一个令人增长见闻的地方。铁道轨迹仍然无限延伸，时代却变化了。古老的火车曾经承载着出外人闯荡天下的梦想，如今新颖的列车是逍遥的旅人的良伴。列车带领着我们贯穿古今，台湾铁道是几乎比台湾近代史丰富。环绕全岛的火车站，往往见证着每个乡镇的兴衰起落。曾经失落的台湾的生活回忆，因为爱上铁道之旅，被我们一一拾寻回来。非快车之旅见证了台湾现代化的转型，台湾的铁道与台湾的发展如此的紧密相连着，铁道文化的记忆也象征所有台湾人的记忆。童年记忆中的风景似乎重现了，搭乘火车去外婆家，听到火车呜呜呜的叫着过山洞，看到又大又长的货物列车，和神奇的列车长握手。后来坐火车去上学，如今铁道依然伴随着我们人生中的每一段旅程。车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梦想的玄关。台湾铁道早在20年代以前，各线已经全面通车。当年全线通车现存的最老车站，也有70年以上的历史。这些铁道代表性的建筑，至今仍然令人惊艳。在台铁运输，
或并列为市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些具历史意义的环岛铁路货运仓库，如今已经被整建为艺术创作与展示场所。铁道文化的文艺复兴，活化了传统历史的记忆空间，让他们再生成为文明的表征。当火车和铁道不再只是单纯的交通工具时，铁道所发展出另一种动人的知识力量，充满着说不完的趣味、文化和典故。台湾的铁路连接了台湾的历史，而台湾铁路管理局则致力于让铁路系统始终走在时代的最前面。旅人们可以饱览台湾各地的自然景观与人文风情，而在此同时，最先进的铁路安全系统则以绵密的安全网络让所有的乘客无后顾之忧。台湾铁道文化呈现了包罗万象的风貌，其中丰富的人文风情和自然景致也吸引了国内外无数的旅人。铁道之旅不仅唤起了历史共鸣，也提升了我们对本土文化的深度醒思。台湾铁路产业文化已经面临重新的诠释与创新过程，它将结合文化、产业、公共记忆，展现新的典范。100多年来，台湾的铁道历史是经济史、经营史、技术史、人文史与城市史的总和，更是由铁道、火车与车站所形成的流动的生活记忆史。它不会走入历史的尘封记忆中，而将成为更多人无悔的青春恋歌。铁道传奇不会在新世纪中消失，因为铁道犹如人生，在行走的过程中总会为我们带来许多惊奇。爱上台铁，爱上它完整的连接，爱上它丰厚的人情，爱上它让我们重新发掘福尔摩沙之美。